大学生找工作难，实际上用人单位找到自己满意的人选也比较难，在一定程度上是增加了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成本，也增加了大学生的成本。您比如说，如果说他没接受高等教育，他可能一个工作岗位他是可以接受的，可能很累，工作条件很差，待遇很低，但是他接受完高等教育以后，他可能就是也这个期望值比较高，同样的岗位可能比他那个岗位条件稍微好一点的，他可能也不愿意接受。一线城市尤其是北上广这几个城市啊，本身他们的高等教育规模很大，尤其是北京和上海高校很多，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很多。我看到很多我们选择到基层上去工作的学生，他们慢慢的成长起来。觉得就是大学扩招这个问题啊，可能放到两年前或者三年前大家有争议，现在基本上是毫无争议的。就是扩招是在一定程度上给大学生的就业带来一定的压力，但是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对于就是提高我们整个国民的素质，这个是意义深远。